订阅我，按赞，并开启小铃铛，不用钱免费的啦。今天要散步的地方是位于台中西区的观光景点到审计新村。点心啊。
Thank you.
以你这个。
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想看我到哪里散步拍片，下方留言区跟我说。